游戏橘子表示，他们代理的重量级线上游戏 Dragon Nest 正式公布中文命名为《龙之谷》，并预计今年第四季跟台湾玩家见面。这款以华丽流畅游戏画面席卷韩国与日本的线上游戏，强调让线上游戏也能有如同电视游乐器般的快节奏战斗，颠覆玩家对传统线上游戏的印象。而游戏橘子也在 Facebook 成立龙之谷粉丝团，玩家只要加入官方粉丝团，就有机会获得龙之谷限定版悠游卡，让你成为首位拥有龙之谷限定商品的冒险者，赶快来加入吧。